刚刚那个专案真是六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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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什么意思啊？老板看到一定生气气。六六七七，什么鬼啊？九四八七，九四狂。你们可以打中文，不要一直打数字吗？你好震惊哦，吓得我不要不要的。晨晨，哥哥。现在这是什么世界啊？喂。我现在在 party 上有看到一个新男生，长得超像孔刘，你赶快来啦！哎呦，我懒得出门啦。哎，你是要躺在沙发上看一韩剧一辈子哦？好啦，你玩得开心一点啦，拜不？谁有那闲情逸致去出门联谊？我还是在家看我的欧巴比较实际。明天我很累。干什么？留下来。刚开始哎。唱歌，根本就不会再见面。你还以为有同学会？过几年都没见。下次谁再约我熬夜唱歌，我就杀谁啊！快点，我们边开会边吃东西。来，火腿三明治。火腿这种加工食品对身体不好。意大利面那个酱热量很高哎，不然你先喝个绿茶，甜又低卡哦。好，谢谢。等一下，我好像买到奶绿了耶，有加奶精你可以吗？不用了，没关系。Yes, I do。谢谢今天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，宝宝今天自己站起来喽。哈，为什么大家脸书都是结婚跟婴儿啊？就只有你跟我的不是。哦，嗨，大家早安。春玉跑来上班干嘛？婷婷姐，这是风衣，明明就是雨。等一下，你那个是？你知道？我知道。天哪，真的知道？哎，你们记得我们以前常去吃的那间店？我记得，这名字我想不起来。那个叫做欧北菜啦，就在我们校门口右转那个巷子，直走到底，在左转那边。哎，你有一次在门口跌倒，还被学长看到。哪有？我都不记得了，你记忆哪那么好啦？不然我们明天去吃。明天？不对啊，明天是小杰的婚礼哎。哎，小杰不是下个月结婚吗？是明天。什么时候我开始只记得很久以前的事了？哎，我觉得婷婷你真的身材保养很好哎，我越来越胖。没有啦，我只是胖在你们看不到的地方。哪有啊？好羡慕哦。我现在真的超害怕过生日，我马上就要23岁了耶，这就是一个会被叫姐姐的年纪啊！哎，真的，只要超过25就很可怕。我现在24而已耶，就被叫阿姨，夸张。哎，所以婷婷你几岁啊？你们两个可以叫我周妈了。等一下，他回家。